宝贝们，周二中午好。看我这手机短信，有快递到，我都不知道啥玩意儿。哎，你好，8032。宝贝们，周二中午好。进屋就冲澡洗头，这脑袋又惨不忍睹，没法见人了。不要疑惑啊，确定是周二了。上一个视频还周日，昨天周一没录，周五没回来。晚上这两天又开始了，就到5-6点钟就困得丢丢当当丢丢当当。你们都知道我，哎，进屋冲完澡必须躺一会儿，哎，一躺就完了。虽然东北就是立秋了，早晚凉了哈，就睡觉都需要关窗户了，但白天还是那么热，可热了。完进屋还是那套程序，冲个澡躺会儿。哎呀，昨晚也不知道咋的了，好像6点多钟啊就迷愣了，就好像是睡着了，反正晕晕当当晕晕当当的，起还起不来。然后还睡不实，10点多精神了，跟大宝又吃的东西。睡着觉的时候，好像不到2点，快2点了，大宝也没睡呢。我们娘俩说：“儿子，咱俩这样不行啊。”我说：“咱俩要不然一人吃3片谷维素吧。”就这么个情况。昨晚也没洗着头，今早上反正就挺了。你妹没看着，你们脑补去吧。然后我先跟你们唠两句嗑，没啥录的了。大宝子说馋鱿鱼了，然后我总点海鲜的，八小九妹他家有那个干煸鱿鱼，妈说想说妈我想吃干煸的，妈我说那你就点呗，完了，刚才不取的快递吗？快递我又拍的冷面，上次拍那6袋，给妈家拿2袋，剩那4袋哈，我尿悄都吃了，你们没看着哈，宝贝们你都不知道，要原来没说带货钱吧，还好意思吃。完一说自己橱窗有吧，就好像说，咦，你卖这玩意儿，你咋紧着吃呢？其实我是愿吃，再一个省事儿懒，也不是说香到啥样，就觉得挺爽口的哈。完我就都偷着吃了，没有了。又拍了6袋冷面，完了，我让老弟给我拿的这个红的辣白菜，因为这个当初拿一袋不给大姐家拿去了吗？完我家也没有吃的了。这个是加他刚才取的冷面和这小筐。宝贝们呢，没事不能刷那短视频。昨天晚上就说带迷的没迷的那展拍了一个小花被，就是百福被，我就稀罕那种，就5颜6色的，这块是碎花的，这块是粉的，这块是黑的，就那种哈。这是头2天拍的，就是一滑了就受不了了，忘了多少钱了，10多块钱20块钱。就是竹片子的，然后能装蒜和姜挂到那儿，你说越添置越多。买完其实也后悔，不是说不稀罕，就寻思这不又多东西了吗？完还得往冰箱后边挂粘钩，还挺招稀罕的，挺好看的。就这情况，要我再先跟你们唠两句嗑，还不知道唠啥，宝贝们你们就那个脑补吧，我晚上回来多录点啊。因为大宝子要点那个鱿鱼，干了巴虾的，我不管他了，他那估计得半小时到。我寻我吃完了躺一会儿，我就要吃冷面，我不给你们录了啊，你们就脑补吧。要不是好像咋地似的，确实是挺爽口。然后我要说啥呢？还是说这个橱窗里的事儿吧，因为这两天总有小伙伴问我说：“七七呀，那个东西怎么显示1月1号发货呢？”我问老弟了，就是抖音小店儿他后台系统的事儿改不了，就像那个出毛病了似的。他那写的是10日内发货，这个是老弟设置的，就是说拍完之后10日内发货，但其实都是你今天拍了明天就发货。老弟为啥这么设置呢？因为上次我不跟你们说了，他罚了一个600，罚了一个2000。就是因为就是你货发出去了，但电脑这块就是每24小时它进入下一个流程，你系统这块登录没跟上，所以说他就处罚了，给他下的他设置的那个10天内发货，但是基本上第2天发货。他说姐你告诉那个小伙伴一声，头发没吹透，先跟你们说话，这地方可湿了，鸡皮疙瘩起来，完了就唠这2分钟，没啥录的了，咋整啊？这两天到晚上就困，就颠倒了。我今天晚上回来，我整不好，我还得困，那咋整啊？喝杯咖啡，挺的哦。那啥呀？等会儿啊，没啥唠的了，就这样吧，宝贝们。反正不断更，你们能看着我晚上回来多录点，
给你们看看，夸夸沫沫，然后再把后脑勺吹吹，完我整个冷面秃噜完，也就躺两分钟就到点了，晚上回来再见啊，就这样给你们看看他俩。夸啊，商量商量整点节目呗，啊，妈没录的了，你妈也不做饭也不炒菜的，行不行？走，咱上那屋吹头发去。哎妈来了，走，咱去看看那个沫沫去。完了，妈连吹头发，走。我大哥是真行啊，都飞成六加七了。宝贝们，我把那个小花拿下来了，我寻思再晒它就要死了，放底下养。然后大宝那块那个小白莲勾的，让我给洗了嘛，我扇到树顶上了。哎妈，看看老沫吧，看看老沫吧。就这样啊，我现在别跟晚上连上了，晚上我要炒菜，完整的那个里一半外一半的，这个短点你们就对付看吧。完就这样，等那个下午回来再录。反正我现在视频虽然没库存了，但是都录一天压一天，就是周二录的，周三能看着，就这情况。